月三十日新上市二连，总共有六款，马上跑去六款刮刮乐各买一张，选号逻辑都是一样，选前八码加总等于为1000元的1200万大吉利019，500元的五路财神013，200元的恭喜发财029，200元的龙来法037。100元的良辰吉时010，100元的龙年行大运067，一月份小赚400元。从这集开始算，二月份重新来过。六款我会分别刮出测试，希望能中奖。第一集会先刮良辰吉时跟恭喜发财这两张，先看几率。良辰吉时的几率33.14%，几率结构100元，100张中20张。200元，100张中8张；300元，100张中2张；500元，100张中2.2张。这款几率就是一般，100元的几率都差不多的。恭喜发财的几率34.5%，几率结构200元，100张中15.6张；300元，100张中13.6张；500元，100张中2.1张；1000元，100张中2张。这款是要凹一本两个名额的，1000元的，又是这两张，恭喜发财跟良辰吉时。选号逻辑都是一样，选前八码加总等于为码。张恭喜发财0290加3加6加9加0加9加0加2等于9，选尾码029。这张良辰吉时0100加7加5加6加5加6加0加1等于0，选尾码010。今天就新开始计算，二月份赚赔，从这两张开始。依照往例看一下，现在是中原标准时间1月31日星期三，先从良辰吉时开始。开始猜刮，开始先把刮出一个金额就中的先刮开，可没有中。再来刮开左边的，先把 QR code 刮开，要有三个一样的符号，看一下。这边三台都听台，再一个看有没有。第一台没有中，第二台没有中，里出现英文字母 H 跟 I， 就是杠归了，无悬念。第三台没有中，依照往例用 F 扫一下，确认未中奖，一张杠归。来看第二张，恭喜发财。第二张恭喜发财029。开之前再看一下时间，现在是中原标准时间1月31日星期三，现在开始开刮，不知道该从何下。从最上缘 QR code 先刮开，再刮开幸运号码，幸运号码有三个，16、19、34。再刮开您的号码，不得不说这款刮模挺好刮出。您的号码25没有中。号码30没有中，
八没有中。您的号码一七没有中。您的号码三一没有中。您的号码二二没有中。这里出现英文字母 M， 又出现 T， 这样很犯规的可能感觉。继续刮，您的号码二九没有中。您的号码二零没有中。这里出现英文字母 K 加上跟 T， 这样。下的赶快刮一刮，都没有中。二月开始第一刮犯规了，照往例还是要用 F 扫一下确认一下，用 F 扫一下确认未中奖就是犯规了。二月开始第一把，恭喜发财，跟梁成及时犯规。二月赔300元开始计算，希望下一把能扳回一成。祝大家幸运中大奖，谢谢观看，请帮忙订阅、按赞、加分享哟，谢谢大家。